最近超流行一款 Dunks B， 说实话我喜欢 Off-White 那款已经很久了，但是我想跟我的老妹儿说一声，我看看能不能给我买。老妹儿，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看手机。老妹儿，马上到中秋节了，你会不会给我买个礼物？你要什么礼物？月饼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只想要一双鞋，还有你的爱心。爱心可以给你，鞋没有，滚！来来来来来，还吵我要礼物，还吵我要礼物，还要礼物！这个月你入手的打游戏神器都给你搬家来了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老妹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离家出走，不过了。你干嘛去啊？我要去找工作。不找工作可不可以啊？不找工作你养我呀？想得美。哎，老妹儿别走，我给你准备小火锅了。道儿挺远的，吃一口再走也行。男人嘛，要能屈能伸，给他泡个小火锅，简单又方便。当当当当，把这个加热包放在里边，一大把烧粉铺在最底下，一大把腊肠，还有最爱吃的卤蛋。既然有这么多蔬菜，不知道超人吃了会不会过敏。最后牛油火锅底料，先把这里加上水，放到水位线，把它放在上面盖盖。哇，这个火锅好了，超赞味道。老妹儿，火锅好了，快点吃。哇，好 Q 弹的卤蛋呀，满足一天营养。肉片小腊肠，荤素搭配。老妹儿，好吃吗？妙啊！咱吃饭能把这包宰了也行。今天吃开心吗？开心。那你能给我买这双鞋吗？我还是走了。